Okay. Mm. 这皮蛋应该是个溏心皮蛋。 太美味了，还有我们的香辣脆，鸭肠，嗯，鸭腿，好，这个要吗？嗯，要，这个我先吃，就是鸭屁股。 下下雨天的雨，鸭胗。 慢慢吃。对。嗯，把碗放，筷子放。
好香啊。嗯，昨天我们炒这个鸭子放了两块霉豆腐，好香啊。嗯，但是霉豆腐都是活动价格。嗯，这鸭脖子也好香啊，越嚼越香。这鸭子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很多讲这个鸭头没有肉，不需要太多的肉啊，好吃。你们自己烫了一点冻菜，还煎了一个煎蛋。嗯，这螺蛳粉的话闻着有点小臭，吃着很香啊。好吃，这就是正宗的湖南口味啊！这个能吃辣的人去拍，最少要能吃中辣，辣度的话三颗星。干脆，嗯，就这种长条的条啊。对，可以切碎了炒点肉，炒腊肉就放点蒜苗，对吧？对。也可以直接食用，配个面条，配个稀饭，配个白米饭，当个开胃菜，当个零食都合适啊。嗯。反正这种的话，一瓶的话就是一斤啊，我们只剩这一点了。太好吃了啊。我感觉我一次能炫一斤。嗯，很香啊。对，我闻它特别香，而且这里面的话没有任何添加。嗯，嗯，把那玩意吃完算了。嗯，叫能吃辣的人去拍，好吃。嗯。